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拉面送上桌，你一定会好奇，怎么会是一碗清汤面呢？等到吃上一口，你便知道各中之趣在哪了。 Q 弹有劲的羊肉面条，全是选用正宗的拉面面条，咀嚼在口中，除了很有弹性外，也非常滑嫩。再搭配上清甜的白萝卜汤头，这碗难以忘怀的拉面好滋味，不仅外地人逢来必吃外，更是连在地人也无法抗拒的铜板美味。也难怪这间老坑拉面大王，每到用餐时段，小小的店门口总是都挤满不少排队等候的人们。